非常简练的动作，精准的落点，多种武器的开火受到极大的影响了，会限制住。哦，果然回敬成功率相当高，没错。发球上网，对，对，漂亮，对，这种打法极具观赏性。对，他动作的完整性完成的相当好。嗯，哇，给对手拿了两分。跳得很高，哦，费德勒今天很努力，哎，完全处于被动啊！好，发球，对，你看走了，闪电战开始，好球，好球！看这个相持这一个环节，哇，哦，这是真漂亮，这个有点看不懂啊，滑拍的这个接发球，这是个反拍的双打选手的线路。哇，连续两个，这个。接发球直接得分，哎，这个好像费德勒，嚯，连续三个接发球，这个，这主要是说明啊，有就知道这次这个门票不便宜，嗯，对，门票不便宜，所以这个来现场的观众啊，这个还是希望看。穿越了，嗯，这一分肯定穿越了，因为他选择的线路两条都能，也作为上网，扯开了，这种接发球啊，这个是意味着他要放弃这一盘了，对他，他接发球就是投降了这一局，他气消了以后，你去看他已经没有跑动，没有准备了，对，没有重心的回归，嗯。第一盘被费德勒打1-6，这个太过分了，对，破了两个发球局，嗯，没错，嗯，这种应对办法就对了，有分量的，嗯啊，上网，对，好球，哎，这个增加多板数的对抗，它完全减过一点磅数，对，但是现在呢，这个落点的控制仍然非常的准。哇！欺骗性的一个对角，兹维列夫不能丢发球局。我接发球上网，这个球我觉得也是他在练的。喂。你看他的两条腿啊，看上去还挺纤细的，所以他的移动非常的好。好球，对，二三一，哎，这是他最后那个跨空档出来了，这个二很难摸到的，对，别说接过去，太好了，39分钟，40分钟不到。嗯，好发球，被动了啊！弹地吗？对，落地一定是落地的，一定是落地的，因为这种球如果不落地啊，它是水的，应该也是一个优秀的选手。嗯、这个球没有偏到周六。我接机，好球，非常清楚，在，哇，这个肯定，哇，朱列夫也要拼命救，因为对，越是考验选手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。嗯，好发球，发球。啊，连续两个反击性，关键是他
脑子里面的承受能力跟这个思路的严密性。好球、哦、好球好球好球，所以你看他的状态是忽高忽对，这个都是机会啊、这两板都是机会、对兹维列夫来讲。大角度的调度啊，球真好。哎，你看这个其实心理的承受能力。哇！好发球。好哇、哦、好漂亮，回敬一个好发球啊，发球发的真漂亮、嗯、哇，在底线位的高位正拍的制胜球、嗯、哇这球，哎呀这个球好接发反炮，好接发球，我连续两啊！啊，兹维列夫的反拍的直线球很难发了。啊，球好球好球！准备来第二发，太好了。这个分点分得好啊，好被动了，这个看他处理，哇又是一个高球这个高球这个过不了了，对过不了，这种打法、哦、这反拍还切直线，哎、这个都是干扰战术、嗯、哎哇打丢马上回破啊、嗯，这个打回头相当好，好的，实在无奈、嗯，他的意图已经被费德勒丢失了出手的最佳时机。嗯，好接发呀、嗯，哇哦，这球！哦，好发球，好球，好球。对，一般被动的时候都是出斜线的。哦，成了变线，终于还是被费德勒给破了。这三局连，费德勒非常擅长的一个阵地。对这个，他的连续的准备相当到位。这个再往前的呢？啊、哦，这个没质量、嗯，这个没有质量、嗯。这个球，哇、哦，这个好快、啊哦、好球。一发发好了、嗯、那么费德勒保住自己的发球局还是占优的，嗯，哇这样，哦兹维列夫先提出挑战，看这个球，哦看，哦粘着，应该是粘着、啊、硬啊制裁也像隔空握手追身球，好球、哦、一锤定音啊，反拍居然能够一反，哦好机会，完全费德勒在中国的高人气，对好的，哇哇哎呀没问题、啊、没问题，这个要看第二弹跳如何，嗯，如果过去的第二弹跳落地了他碰网没有关系，看会不会给那边的第二弱点，看一下，应该是好，真的好接发，哇哇好像全场的观众演绎啊，
三个赛点，这就是连续三个赛点上网了。哦，哇，两个人相差的这个身高也真差了好多，1.85米，1.98米，1.98米，对，差了13公分。1.98米。在我们的现场呢，我们还，但是在我们的现场呢，我们还将送上我们本届赛事的闭幕式以及颁奖仪式。当然，我们要再次把掌声送给罗杰·费德勒以及亚历山大·兹维列夫，为他们今晚送出的这场精彩的表现而喝彩。Once again,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for Roger Federer and Alexander Zverev for their great performance tonight. Thank you, Roger. Thank you, Sasha.